Yep. I said it before and I'll say it again. Life moves pretty fast. 现在早上10点，然后我要出发去机场。在北京天气晴。我们到机场，然后带着我的大肿脸。现在上飞机了，应该是飞大概12个小时就到。现在的心情呢，就是小小的慌，因为有8件行李加上3个乐器，好像有点狼狈。就我的好朋友妮娜，她会来接我，我们两个。但 Curtis 就是同学，但她也是个弱小的女子。好了，我不烦恼了，我想说现在睡一觉，反正就起来了，就硬扛吧。整理了一点房间，然后行李都拿出来了，要去吃饭。Nina， 吃饭。这是我来 Boston 吃的第一家餐厅。我们现在在逛 Target， 然后买一些生活用品，因为我需要一些洗发精什么的。真的好吃 ，Blueberry。满满准备回家了，今天累死了。明天12点有那个新生开会，但是应该能起来，因为时差应该估计早上4-5点就起来了。然后，嗨，这是我们今天睡的床，因为没有买家具。嗨，Shannon，今天的床。我们现在要出门吃早餐，但现在已经10点多。Yep. It's first day. 前面有一个辣妹，来她是度假。我们要现在要先去一个，哇，我眼睛好肿。我们要去一个那个特别有名的，这是一个 cafe 吗？然后好像人蛮多的。我帮你点那个 sir for you。现在呢，人在我亲戚的家里，然后刚刚起床，现在是早上7:56，因为还有时差，所以很早就起来了。我今天就是一个休息日。我们要去吃 lobster。我要介绍，这个是我的 like 表妹。Hello， 我是 Rochelle。呀，这样子好好吃的，这包卷。这我很喜欢吃小龙虾，所以 maybe 这个是一样的播法。嗯，哎，很厉害哦！有会弄，有一点就是不是？那你怎么洗都是臭味。所以你回到家，只有把它的大便。
我现在要赶去那个考乐理，我发现我走错路了，不然我应该可以赶紧到的。我好像绕了一大圈，没关系，我快到了。我是一个认真的 vlogger， 干死我了。Oh my god， 我赶上了，然后我已经考完了。现在这个考试呢，就是 for 分课。我们现在出来吃火锅干嘛？小香，嗨。早安，现在是早上的9:03，然后准备出去考试。哇，这个门好重。现在估计赶得上吧，因为这一栋楼我没去过。然后我准备，哎呦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竟然有一只蝙蝠，我的天啊！放它出去好了，还是蝙蝠不喜欢阳光。我不能管他，因为我现在要找路。Oh my god， 我考完了，练了一点试奏，练了一点试奏，拉了一首 Bach， 弄了一点即兴。你们定眉毛还可以吗？我的眉笔不见，我只好用眼影，画我的眉毛。哎，我现在要去办 ID。Oh my god， 这个风，在风中潇洒的女子，感觉很美好。好的，我现在已经是一个有身份的学生了。Good morning， 中午11:00，然后我在化妆。今天的 schedule 就是去纽约，然后下午3:30有一个会，开完会马上赶去纽约去看 Ralph Lauren 的秀。很巧的就是这几天我学校都没有事情，所以还蛮幸运的。吃一口。然后被 diss 啊，在厕所里面吃披萨。但我觉得还好吧，估计我妈看到这个视频，她说你怎么能在窗户里吃东西，就这么的。现在呢我出门了，然后我要去 bookstore， 因为今天 Berkeley 的校服 50% off， 所以我今天要去买。我唯二的朋友终于来了，嗨。每天都跟他们两个宅站在一起，笑得这么开心什么意思？我买了校服给你们看， Berkeley， 这个是跟 Champion 合作的，这个也蛮好看，我觉得这个花纹挺好看的。我的4天3夜行李，我终于到了，谢谢 Ralph Lauren， Good night， 大家晚安。化好妆啦，嘿 BB， 跟我打招呼。要冰冰，嗨，萱萱，现在要出发去秀场啦。然后今天的妆呢，走一个有点小烟熏、小下眼线的感觉，像不像女特务？配一个那种5毛钱特效。车上前面有伟大的雨果 Ciara， 没想到自己能看到他。
现在回到 Boston， 然后回房间了。这个礼拜就这样结束了，然后现在是晚上的11点多。这个礼拜还算是挺开心的，学校我也很喜欢。基本上现在就的问题就是家里什么都没有，床也没有，沙发也没有，但是就之后有时间我还去 IKEA 什么的逛逛。然后呢，明天就要开学了，我希望一切顺利吧。对，稍微有点紧张。然后还有一件事非常重要，就是以后呢，我每周五都会更新我的 vlog， 所以基本上不存在你们催更，因为呢，我应该会好好的，就是剪辑，然后拍影片，然后用 vlog 跟你们见面。OK，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看的，或是想要问的，都可以留言或者是各个地方告诉我。嗯哼 ，OK， 拜拜。